慢慢来。哟，那快去喝茶了，老给急的。那我一姐，啊，这不咱死。你看我这地方。哟，我们这走了呢，不行，你回来打呗。人家宝宝不吃，我看那米都卖啥的了。你要打车为主口。我说喊我搬点东西。喊你喊他妈的砖头。早都这么远了。地上有滚滚的，我要到台一走啊，安得很。台一，当时那儿拉的红啊红的，不安逸，好像比我们文台国还大呢。嗯。张姐，拿这条鱼儿来开张了。来，摸鱼，燕儿，摸一下，摸一下这，是啊，胆子大很啊，来摸，来亲一下，嗯，这折腾要得吗？要得啊，可以，可以。你平时人多，二天像拿一间再租啊，或者一间请客吃饭啊，人多就可以在这里面炒菜。可以。好烧不嘛，爷们儿？好烧没？看着。哟，这都烫到嘞！我把那个鱼想的那切给，我那天我们干火肉看到青花椒做得很啊，对的啊。哎。好点嘞，今天晚上我们吃花椒鱼。哎，我给他了吗？你们先吃一个。看，在我们给他花椒。要的。你没听他外公喊？嗯。妈妈，这份排骨好多哟，又高又大。比年糕的多。嗯。太好了，这花椒，老远都闻到口香。你闻香不香？对啊，你要闻不来这味道啊？闻闻，浓香嘞。走，走嘛，回家。你还是长得帅呀，人家都觉得想吃，你觉得臭。哎，干一包。香，听我洗干净。给你的鱼做啥？给你来。洗了我上去喝。麻烦香没有去吗？来没有？有人放鱼了。对，还好好大的锅儿。啊对。妈来，我爸。嗯啊。嗯。二哥。香，我也好老。哈哈哈。香花椒。二爷子了。等一下，再把碗洗干净了。他外公昨天就是你们不要再讲了，不是？当然很有味道的。那青花椒鱼很安逸啊，我一般不吃不着这个鱼。又在吹你。你们这个，人喜欢吃这个鱼。嗯，我帮你。不吃。没。人家宝宝一般鱼，人家都不吃的，人家都觉得好吃，人家都喜欢吃。而且你们喜欢吃的话，我经常弄鱿鱼。我应该弄点那的，这盐味也蛮好。
你的羊肉是不是比较好看多的？我看回了我的脾气，我就不来吃了。我出去的嘛，对不对？拉回来了，拉回来了。我上班还有。我上班还有。我这个我大爷。没啥不好。我这个年龄。我这个年龄我不客气的。